下课的时候嘛，他就听到同学说什么有东西跑进来，然后后面他跑去后阳台之后出来，我以为是大老鼠，然后我就起来看，然后看一看之后发现他从我前面经过，我就摸一下，然后发现他是三枪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